大家好，我是野驴肉，明回回来暗黑破坏神二，那我们就继续接着亚马逊的噩梦征程吧。这边稍微讲一下，母牛关将会在我第一章全部打推完暗解后，到第二章的起头的时候回头去打一下普通模式的母牛关。我这边再重复跟各位讲一下，否则有些人可能会不知道我到底在冲三角。对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就直接出发去，等一下 ，OK， 等一下，水有留一些就好了。我们直接从黑色森林吗？不对，是石矿。对，因为接下来要去救老头子了。对，接下来这一集就是要去救老头。可是我有点忘记那个点在哪嘞，好像在右上角吧。我只是刚好这边，下来就看到有怪，所以我就先很自然的就先往这边走，先清这边的小怪。我记得在右上角吧，我记得在这附近，在这一块地图这附近，逆降招，但是不是真的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对，我已经忘记到底实际上的位置在哪里了。对，那就走吧。这边暂停一下好了啦。可是好像又不用暂停，我记得就在这里。看到了，在这。一刀哦，哇！他一刀我就死嘞、我突然傻眼猫咪一下。Good day。对，我刚刚没想到他竟然摸到我一下我就死了。我真的没想到。我这边暂停一下。我的佣兵又死掉了。对，这次我就捡到尸体了。然后，最主要是这一次他好像是幽魂一级的关系，对，就是很痛，是超痛那一种。对，好像是幽魂一级的关系，就我刚刚血明明就至少还不少吧，我刚刚的 HP 其实没有到很低，对，然后结果他一刀我就死了。刚刚有一点出乎意料的，有一点出乎意料了。老实说，对，开局就死了，就被幽魂一击劈死了。对。Hello。对，刚刚有看到好像是幽魂一击吧。走吧，去救老头喽。
救老头的过程中，还要顺便把那边全清，然后再拿一次母牛光的角。It's as if a great war were fought here. 这里我们就直接从这边这样走过来，帮他开门。嘿。然后忘记，对，我忘记一件事情。Thanks. 对，我忘记开按键精灵了。所以他刚刚残疾的时候，我基本我都没办法给他喝水。我想说奇怪，为什么他都不会回血？原来是因为我忘记开啦。特别强化跟皮肤强化，皮肤强化比较麻烦。就是很硬啊，是吧？应该是很硬吧。掉这么烂哦，好啦，算了。救到凯恩之，救到凯恩之后，就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咱们终于可以不用在自己那边一个一个动机鉴定。对，这真的是好事啊！快升级了，你的脚再给我交出来一次。对，这边一样，清稍微清一下。哎，回去。Greetings. As a token of my regrettably, good day. 他送什么？看一下。救出凯恩后，我们就可以跟恰西讲话，来接交通工具了。对，不过我们要直接从这里，我们要回来这里，然后从黑暗森林那边出发，对，向上出发。再一等，我们的佣兵就可以拿当初做的武器了，就是用符文做的武器。我中，我直接被秒杀哦，因为两只，两只吗？一只而已吧，看起来只有一只啊。或者说他竟然被秒杀了，让我觉得很傻眼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回去复活他一下，我就继续前进吧。有一只。
暗金铠甲、欸。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不错哦。对，这不错哦。5%吸血，然后又有撕裂伤口。好，东西捡一捡，我们继续前进吧。这里就是黑色荒地，黑色荒地就要去找那个符文伯爵了。对，各位也看到水超多的，哎，踩个鸟点，爸爸。痛啊！真的痛。加一刺客技能，哇！对，我发现我的刺客装备将会不错，还不错，就是有些东西都有了。I am overburdened. 那包包，因为包包太多东西了，各位看到，对，包包太多东西了。Impossible. I am overburdened. 好了，回来了，我们就继续探索吧。这里应该是太什么？太魔那个点吧？对，太魔高地。我们黑色这边一定是先探索完。对。
我们这边啊，有在捡白工，然后都有在注意说它的伤害，对，因为第一章的这个交通工具，它会帮我们注入武器，对，那这个注入武器虽然不见得是非常的强大，但至少如果我们拿比较强大的白工给它，搞不好会有机会。给比较好，对，那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啦。对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，反正都要给他注入了，不如拿一个比较强的给他注入，这样子或许会比较好一点吧。对，那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练功洞窟哦，对，练功洞窟，洞窟地洞一楼。可是我枪没有带着，对，因为我们的佣兵升级了，40级，力量11，不，110，11可以拿那个我们法师做的那一把武器了。I can't carry anymore. 我们的佣兵头，哇，这两个还换不掉啊！对，那两个竟然还换不掉哎！危险，有点危险。刚刚如果是贴近的话，我应该就死了。对，因为我的兵抗也是负的，我现在只有雷抗是正的，其他都是负的。对，所以基本上就是跟法师一样，不太能抗，被近身就很恐怖。一旦被近身或者是被魔法打到，都是非常恐怖的。当然，被剑士打到也是很恐怖的。对，我记得那个法师被剑阵活活射死好几次。
抗性太少。对，抗性好歹好歹也多一点吧。哦，金钱哦，切！还我以为是七十一把吊装。差一点点，擦边球，各位有看到吗？擦边球，对，那个如果碰到我，应该一半以上的血就去了，是绝对去的。对，绝对去一半的。套装哎、欸，套装的铠甲，看一下是什么。套装该不会是野蛮人那一件吧？看，还真的是野蛮人，我随便猜的，还真的是给我野蛮人的。你妈的，好歹打我脸嘛！不要给我这个烂，这个不是烂东西啊，应该说我已经有了。对，这边暂停一下。好啦，又回来啦，这里剩下这里了，这一块探索一下应该差不多。哦。你在我面前，快跑！对，快跑！站那么近，很危险。对，等一下，如果有机会回家的时候，我再帮我们的佣兵换武器。对，因为他武器现在还没换，对，还是原本的那一把。突然觉得我体力怎么掉这么快啊？对啊，各位有这种感觉吗？对，我体力怎么突然掉这么快啊？好，接着回来，先跟各位讲，我上次好像有一集说到水的部分嘛，就是在恶魔模式的时候就可以买到最大瓶的水。对，这个要稍微更正一下，因为实际上并没有。应该说目前的状况是并没有的。对，并没有说有办法买到最大瓶的水。对，目前是没有的哦。对，因为我目前能够买的水还是一样是强力药水那一阶段的，而不是目前哦，应该说不是我所说的最大瓶的水。对，所以这边要更正一下，那更正完之后才会
有现在的状况，我会留各留一排的水。对，就应该说，我为什么要留这些水的原因就是这样。对，我这边是最后了，这边最后了，这边探索完应该就没了呗，就没路了吧？对，没路了。OK， 可以回头了，我可以上去了。那我们的武器啊，前面说原本可以给佣兵换了，但结果他的名节不够。对，对，各位不好意思，对，因为他的名节不够的关系，所以现在他还不能拿。对，原本说好回去要给他用的，对，但名节不足，没办法给他。对，应该说他没办法。所以我们就继续向前推进吧。对，再升一级就可以了。不过咱们也快升级了啦。对，这一大坨清完应该差不多。火还好，有啦，这边的火球，那个巫师的火球有一点点痛，一点点，对，所以勉强还 OK 啦。现在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奇怪，我的耐力怎么跑这么快？对，我记得我前面我耐力没有掉那么快啊。医师，要升级了，不喝水，应该是可以不用喝。不用喝了，那接下来就是佣兵升级就可以，对，就可以那个了，就可以拿最大把的武器了。还是因为我体力太，还是太低的关系，其实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记得我上一集跑的时候没跑这么累啊，嗯，还是跟我穿的装备有关系，太重了，所以消耗有差。因为我毕竟咱们刚刚换铠甲，换了这一件骨肉，对，换铠甲是不是精力消耗也会提升啊？这个我就没有特别研究了，对，所以我不清楚到底是不是。我的说辞这样子对不对？不过就是应该是吧，因为我现在消耗精力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，嘿，因为我的鞋子没有换过，我鞋子也没有换，我只有换铠甲。
在下面，对，看到了，往这边走一点就进去就看到了。怪物神殿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就是你。下去找符文伯爵喽，对，要下去找符文伯爵了。他没升级吧？对，他没升级。整理一下宝宝。稍微整理一下，走吧，出发。哎、欸，也还没到出发吧，这边稍微再瞄一下。OK， 好，出发，出发，下去喽。真的，我应该是换铠甲的关系，所以那个什么体力消耗过高，体力消耗真的很快。稍微整理一下包包，顺便回一下体，对，不然每次都喝体力药水也是可以的。老实说，对，只是我现在哦，我还有，我一个，我想说顺便整理一下包包，就是包包反正都会整理，都需要整理。水真的多啊！对，水真的多啊！这么多水也不是没好，没有坏处啦。不过就留着吧。加减继续减，水也很贵呢，水一瓶也有500块，也可以卖500块呢。对啊，水一瓶也很值钱的。几倍不急，不急之需嘛。
对啊，以防有需要的时候都没水，像法师那个样子。哦，打到常常打到没水，对，还要因为了补水而回家，不是很喜欢。不过亚马逊相反的是水太多了。毕竟腰带有差啦，腰带这个掉有加掉包，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加到掉水的东西啊，只是这我是真的觉得有差，然后再加上法师跟亚马逊的消耗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，对，毕竟法师那时候噩梦模式下还是带着罗拉，而不是带着我们现在的长毛平。佣兵，对，所以在水喝的时候很凶，很凶，因为罗拉不会挡啊，然后我们又得靠自己挡，然后他也不是坦克，他被摸到也是超痛，我被摸到也是超痛，所以那个水的消耗速度跟现在就会差很多，而且我们现在亚马逊又有女武神，女武神真的很 OP 啊，对，女武神真的很 OP 啊，好，这边暂停一下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现在3/14的女武神血就有2672，伤害攻击力有720，防御加成130。我靠，这个女武神比我跟佣兵两个人加起来还要强。对，所以我真的是只能说佣兵女武神超屌，捡得起来吗？我可，Impossible. 哦，好，好像不行了。I can't carry. 哦，继续出发。继续捡，当然啦。欸，这只是钱呢，对啊，这也是钱呢。我，这个火有点痛。黑漆。哎，你升级了。这把力量4D 的才能带，嗯，这把就是当初我卡关的时候给佣兵带的武器。我看到出口转，下一层在这。这里呢？真的是好像换铠甲后，那个重量的关系，哦，超重的啦！对，超重的。就是体力消耗得特别快。体力消耗得太快了。跑没几步路就没停了。屠杀者，牙的屠杀者，感觉这样子叫好像比较顺一点。
接下来应该有一段时间内，我们佣兵的武器都不用愁着，对，毕竟那一把真的很好。哦，是盾牌，不是头盔哦，抱歉，我看错，我刚以为是头盔。换了武器的佣兵就是不一样，各位有看出来吗？他刚直接冲进去把那一只小精英戳，对，直接把那一只精英戳爆了。对，那一只精英还有特别诅咒，对，还没看到，还没他还没回头，让他就是伤到特别诅，就是伤害加深的那个 buff。哇，我们的佣兵直接把戳死。五成啊！我只能说真的是重啊，对，真的是重。哎，这次没有连通哦。符文女伯爵没出来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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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！死了！OK， 我们佣兵死了，因为他先挡在前面，太痛了啦！对，太痛了。不错呢。对。I can't carry anymore。可以啦，捡得起来了，不要紧张。等一下，不要一直捡错，捡到那个小水，小瓶的水。捡钱，贪财贪财！哦，符文女伯爵也是女伯爵，还是一样很痛啊。对，我们的佣兵是直接扛不住啊。对，没人扛住，直接死，直接被插爆。对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现在。现在那个啥，女武神还在。对，稍微因为最后一点点了，我不太想回去了。对，我想这边看一看，
没有东西回去就不回来了，对，我就不折返了，因为东西都有捡起来，所以我就不想折返了，除非东西没办法全捡，对，变成是我得先回去清一次包包才行，不过看起来是没有了，好吧，回去。Your reward, hello. Okay, 结束了，结束了。Greetings.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会有点尴尬。我觉得有点尴尬，因为接下来你看哦，我们的传送点在外侧回廊，但我们的泰摩很近，在右上角而已。如果泰摩进去那个地方也有一个练功点的洞窟，对，如果我一进去的话，我就会直接连人们一起探索。但我们的时间，由于我们的时间只剩下，应该说我们现在已经来到46分钟了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应该说这一集就先到这吧。对，那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佣兵已经拿到上一次拿到的铠甲。对，41级就可以穿了。我刚刚开了一下，稍微看到了，然后刚刚女伯爵掉落的头盔也给他了，所以目前我们的佣兵抗性已经来到75、75、75，毒性抗性比较弱一点，对，所以打安杰的时候会比较危险一点点，对，毕竟没有缓毒的，有啊，这边有一个缓25%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就下期见喽，大家拜拜。